我高祖皇帝威震三霸，铭记武王，朝中文臣，竟是九州豪杰，麾下武将，皆为四海英雄。你看，为何这些碑没有字，看得让人心寒。哎，我们快准备拜祭高祖吧。 不要管这些碑了，走。决定慷慨赴义。他鸿门宴上出奇谋，彼时相遇，误入我走。高祖兴师入咸阳，炎炎红日，势如霜。我高祖最后以十面埋伏，四面楚歌大太响，逼得西楚霸王竟要乌江自刎。太傅。 这些灵位供奉的都是谁啊？我在念书，你怎么提出这么无聊的问题呢？太慢了吧？就是，我们赶紧给高祖皇帝行大礼，祭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太傅。太傅，高祖皇帝应在哪方座位啊？你这个小鬼，平时不留心上课，为君者。 坐北向南，当日项羽赐以为君，当然坐北边。那高祖皇帝不坐对面南方，难道还坐在项羽身边？哼！哎，大家赶紧过来，准备叩拜。 高祖皇帝在上，臣叩拜。鬼啊！鬼啊！鬼啊！老夫本不敢多事，只是见太傅领着学生向高祖皇帝致祭。 灵位正正在此。先生，那高祖皇帝后的几个灵位又是谁呢？他们都是高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那又为何不写上姓名？对呀，对呀。高祖皇帝又何尝不想将他们的名字都写在上面？对面供奉的又是谁？对面灵位供奉的不是别人。 正是项羽。哼，高祖皇帝岂会将此不是宿敌供奉起来，一派胡言？对，是啊。如果想听刘邦项羽的故事，就要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开始。 那天，秦始皇帝正准备祭祀太庙，秦皇暴烈，天怒人怨，守卫之虎贲军格外严守，以防有变。项羽带同手下乔装大臣，正准备行刺。董少，夏王，他们是谁啊？ 来不及了！怎么还有人？皇上！此人是谁呀？捉拿刺客！
刘湘二人虽刺秦不成，却因而惺惺相识，共组义军。若非楚怀王从中挑拨，他二人未必就能打起来。楚怀王只是临时皇帝，他有什么能力左右刘湘二人？楚怀王身为义军之首，眼见刘湘皆是虎狼之辈，心知灭秦大事已了，必定兔死狗烹，于是火速求计于三位兵法神女。请仙女指点我救国迷津。如今相刘两大英雄虽合力抗秦，但二人羽翼已丰，对秦王玉玺无不垂涎欲滴。我今献上一条两虎进食之计，请王上颁下谕旨，说先入秦都咸阳者即册封为秦王，二人必将因利而战，王上或可收此愚人之力。金虎已邀援军10万前来报仇，他们已然出发，3个时辰之内就能赶到。若他们前后报仇，我们必败无疑。除非在援军到来之前攻下关口，否则我们……左将军刘邦转眼即至，龙驹，替我传个口令给他。千军万马，为什么让我们做先头部队？樊哙，我们是两家合作，又怎分你我呢？萧何，为什么我们非听项羽的？萧应，他是义军盟主，要我们冲阵必有奇谋，谁怕死的就别去。主公，我第一个不怕，我右边那个就不晓得了。哎，樊哙，反正你已经死过很多回了吧。兄弟们，我们义军的誓言是什么？誓灭暴秦，拯救万民。打完仗我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回家乡。回家乡干嘛？和家乡仇，和家乡仇。我在等一个人，军力在他，胜负却在我们，我们逃逃。Thank you.
要等的人终于到了。你可听到怀王说，谁先入咸阳便可封秦王的谜令吗？略有所闻。秦军章邯的最后一支部队正准备连夜前往咸阳救援，所以我决定马上出兵制止。只要援军一败，咸阳就可不攻自破，取秦国玉玺就如探囊取物。但援军势大，此仗非常凶险，我想找人把虞姬先送回去。你想谁办此事？你。姑娘，虞姬，我们要迟到了，快走吧，走啊。官爷，班主，大胆，竟敢在大秦命官面前弹奏出曲！官爷，虞姬，大人，我楚国已亡，楚国移民已进城秦民，那出曲又岂又不是秦曲？官爷。烟雨蒙
西花又开，春风吹上小楼台，我的家在世外。噔噔噔噔噔，姑娘，这首歌唱得太好了，我也是楚人。哼，好，你说你是秦民，我就要你把衣服脱掉，让这里所有人看清楚，你里面是秦是楚，还是心中只有楚？你要是不脱，我就一剑把这小子刺死。嗯，脱脱脱，快点脱脱呀！接着脱，脱！为什么？我不想连累公子。你喜欢了我吗？不继续拖下去，我就马上刺死他。你愿意跟着我吗？几位兄弟，如何？照顾好你嫂子。今天怎么了？都不说话。谁又让你生气了？主公，项羽要你送嫂还乡，这分明就是不让你争夺咸阳嘛。项羽是义军盟主，秦王之位应该归他。这是天下之事，为何一定是他？主公，大丈夫身处巨变，需当机立断。况这入咸阳当秦王，乃怀王之命，时机若失，后悔莫及呀。小何，他们两个这么说就算了，怎么连你都不了解我？主公，我最了解你。你也了解我什么？你变了。我从家乡跟你出来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。你发誓推翻暴秦，拯救万民，你不会忘了这个承诺吧？哎，要是你真的忘了，把我给宰了。主公，你是小觑自己了。主公仁厚才是天下所盼。若主公看到天下百姓受苦于项羽，主公能无动于衷吗？将士们跟随主公多年，无非是想攀龙附凤，
名留青史。如果将士们知道主公无着争霸之心，军心必将瓦解，我们多年的努力亦将前功尽弃。兄弟们，是我错了，我答应你们，舍己小义，取吉大人，暂取咸阳，以安百姓。好啊，主公，这才对啊。虞姬，你会骑马吗？骑马？怎么我们改了方向了？这条路比较安全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项王叫我送你回乡吗？他是为了照顾我的安全。我在想，我永远不会让我心爱的人离开自己身边，因为我相信没有人会比自己能把他照顾得更周全。相信别人是幸福的，但世事难料，往往让人身不由己。虞姬，千万不要伤害他。刘邦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帐外还有几匹好的马，随便取吧。我要替秦明报仇！我的琵琶，别追！快呀！我们快到了，快，赶紧的！啊！兄弟们，我们到咸阳了。呀，我们到咸阳了，我们到咸阳了，我们终于到了。项王，看来我们马上可以入主咸阳城了。报告项王，刘邦带着自家兵马以送虞姬为名，却让暗道偷取了咸阳。刘邦只有几千军马，他怎能取城？陛下，我想你意不明，我今天为何要来下劝降之词？我要劝陛下，是因为我佩服陛下。陛下年纪虽轻，却有爱民之心，有改革大志。但可惜，大势已去。今我义军以项王、项羽为首，攻无不克。战无不胜，现我军已占天下江山十之有九，而只剩下咸阳。今陛下还要逞强守城，难道陛下是想再添营情之罪孽吗？反贼！
竟敢把我王看成是投降的懦夫！我大秦援军将到，来人，把这些反国逆贼拿下！尹将军，住手！尹将军，要是援军能到，你们还会陪我在这儿谈话吗？元秦大军已被项羽歼灭，这事关重大之讯，你不会隐瞒你皇上吧？陛下，我使命已毕，项王转瞬即至，我这就请辞。将军留步！虞姬呢？在刘邦手中。荣军，你速去通知亚父，在前往咸阳道中与我会合，助我夺回咸阳。是，相马。刘邦，刘邦，你想当霸主吗？谁不想当霸主？你看我能成吗？各位乡亲，各位乡亲，跟我来看看了，旗军已经摆好了，你们赶紧下注。我师父可是以一对十的。输了也以一赔十，赶紧下注。谁有胆量，过来试试。下注，下注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当今天下第一棋手乃项羽军师范增，想不到这书生也这么厉害，同时棋控十局，了不起呀、啊！别错过机会了，快下注啊！各位父老乡亲，其实要胜他们何难，我只是在安排如何让他们在同一时间输掉。对了，得罪，上五局去八九。是师父。哎呀，谢谢。又输。怎么可能，明明会赢的嘛。回家了。下五局零七八。见鬼了，又输了。师父，我们赢了不少。先生，在下萧何，敢问高姓大名？萧兄，久仰久仰。在下张良。张先生乃大汉名门之后，金刘邦有幸得先生拔刀相助，刘邦在此谢过。我何曾说过要帮你？对对对对对，是萧何安排的鲁莽，不懂得请示之礼，我代主公谢罪了。要我相助，我须先问刘将军之大志。我平生所愿为救国扶民。
成三岁小孩虎吗？你这一路咸阳，不是救国富民，而是祸国殃民。入咸阳当秦王，本是怀王要刘将军与项羽作对而从中取利之计。刘将军，你已带咸阳百姓惹下屠城之祸了。难道项羽敢看王命？怀王不过是项家捧出来的傀儡皇帝，那八路诸侯不都是向怀王效忠吗？有哪个会为刘将军而敢得罪项羽？我樊哙将城门关起来，我就不相信斗不过这个项羽。刘将军想与他40万雄师作对，犹如以卵击石。刘邦一心只想匡扶正义，救万民于水火，请先生念在天下苍生，教我脱围之策。梁确有一化解之策，只是不知将军愿意接受否？只要能救万民，刘邦誓死遵行。即使离开此地，双手把咸阳奉还给项羽，项羽气一消，百姓命可保。项羽的说客，住手！谢叔公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张先生说的话不对吗？谁能证明他说错了，我立刻杀了他。可我们有解救咸阳之策吗？萧何，命令与樊哙把秦王玉玺还给项王，我折戟立城。主公再三三思，违令折斩。刘将军名不虚传，果然具有贤者之人，王者风范。刚才我故意言语一事，事关天下百姓，梁实处于无奈。你不是项羽的人吗？项羽以暴以暴，若他做了霸主，天下百姓会有大苦头吃。那项羽围攻咸阳，可有解围良策？可先将所有宝藏封起，贴出皇榜，告知天下，说你只是暂管咸阳，告诉百姓项羽大军即将杀入咸阳屠城。哎呀，糟了！项羽大军要来咸阳屠城啊！什么叫屠城啊？就是杀掉我们全城的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呢？誓死保卫咸阳城，然后再组织百姓与官兵联手，共同防守咸阳关口。百姓，此乃缓兵之计。项羽军师范增深谙兵法，见百姓守城，必会阻止其强攻。我有生死之交在项羽身边，可随时通报虚实。我手下更有武功高强此士六人，梁引荐给主公。防我们攻城，仅要咸阳百姓共守，
要是我们攻城，他便是为民抗楚而得人心；要是我们不攻，他便坐享咸阳而占地利。这步棋下得很俊。此人便是刺秦的张良。刘邦还和咸阳百姓约法三章，说一切营秦宝库尽归于民。连到宝库而不心动，只有一个原因，除非他有更大的野心，刘邦想当皇上。玉儿，你长大了。哼哼，既然刘邦说只是暂管咸阳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在咸阳关内请他赴宴，当面要他交还秦皇玉玺，在席间刺杀之，此为上策。我们若是杀了刘邦，如何向怀王交代？这一点我怎么没想到呢？这样吧，我们先派人刺杀怀王，然后把罪名推给刘邦，就说他要自立为王，那我们就出师有名，去替怀王报仇，名正而言顺。还说你没想到？我只是想到咸阳城内的烧鱼好吃，趁我还咬得动的时候多吃几条，这才是上上之策。有刺客！保护主公！韩信领教了，住手！你们谁是张良？范增已暗处起兵，三天之后，咸阳城内所有人将是插翅难飞，而项羽将与刘将军会面，地点则无人知晓，好让你们无法准备。这杀人之心昭然若揭。项羽亲到咸阳当日，张先生有人会亲自到战神岗与张先生会面，项刘两家的会面地点到时应能知晓。我查到怀王正准备册封秦王一事，
而范增已派出刺客行刺，这弑王之罪当然已将算在将军头上。既然他们要刺杀怀王，我们就来个解救怀王，借此索取免死特令，以保我们全身而退。韩信将军既知刺怀王之调度，就有请韩将军挑刺保驾大人。我本属项羽，只是他不识英雄，这次我出手相助，事后我要取我所应得的。我们一言为定，有何为证？今天下苍生的命运将决定于这相刘会面，而会面的结果却操控在三人手中。一是我军师张良，二是项羽军师范增，而第三人就是韩信将军你。我若失信于你，我亦即失信于我将士，我亦将失信于天下。韩将军，你看我还需要什么？你做保证。看我项家军这阵势，何不就此攻城？雨儿，我经常教你看事情要看透，你要取的不单是咸阳，还有民心，你要胜的不单是刘邦，还有你自己。亚父，你自小看着我长大，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能帮我一言而决。只要有亚父在，我还担心什么？看来我真是把你宠坏了。莫非我真要早点告老归田，你才能够真正成长？刘将军找我，可说有什么事吗？回禀夫人，刘将军并未失相。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这些古琴纵然珍贵，可是让我更加怀念自己的旧琴。是。我的琵琶，你怎么找到的？谢谢你。
我听说项王快来咸阳了。我约了项羽会面。你知道这赴会的代价吗？交情又何须言谢？我只想在暴秦之后，项刘两家能联手共存，物无奇缺，好让百姓喘一口气呀。那项伯兄探得明天会面地点了吗？在鸿门版的鸿门大殿。收藏武器，让扛起们。是。时间紧迫，请你先回去协助刘将军。是。帅气呜呜倒下。是坤卦斩断在上六，此乃大凶之兆。今夜等有人来行刺，前主五坤主文今得坤卦，这此刻竟是冲我而来。反增智谋三倍于我，若能解决范增，我们便可不战而胜。攻其重点，反守为攻。我真要会一下这个张良。传我令，命今夜三军无需守夜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独自在此守候来客便了。刚做了些面条，主公和各位大人整夜没吃了，无论如何得吃点东西啊。主公，那个裘然客那么久还没回来，我看凶多吉少啊。韩信救怀王之事全无消息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为了大局，主公赴宴之时务必要忍辱负重，项羽越占优势就越易被冲昏头脑，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诱使项羽下错关键的一步棋。报，项王使者传令，命主公及时出发赴会，主公本部兵马一律不得出城，静候指令。项王，此行吉凶未卜，若我们有什么闪失，你可用我帅印，自立为王，再图大业。主公，三军归拜。
我主公命系于天，萧何誓死守护咸阳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誓死不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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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萧何，谢谢你。者停步，赴鸿门宴者必须交出所有武器。为何叛我？邦岂敢相叛？先入咸阳者封秦王，是怀王之令。我辈征战多年，谁不想占个地方，图个安乐？既献王不同意，我愿完璧归赵，双手奉还。秦帝玉玺何在？
姬何在？他是项王要人，邦不敢丝毫大意，现由邦部下严密保护。刘邦，我问你，当今天下是谁的天下？是项王天下。你可知错？刘邦知错。既然刘邦认错，就应按军礼立血代酒，敬奉天地人三才请罪。是项王。刘将军，请坐，我们慢慢谈。谢项王。你们谁是张良？晚辈张良，见过前辈。张先生，一请就坐。张先生几天之内替刘将军策划行事，攻守有序，进退有方。你我既是同道中人，今有一言，请张先生细听。迎秦灭楚，辗转26载，天道有常，无往不复。如今暴秦又被楚所灭，我等定当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。先生既肯用功，又何苦费煞思量，逆天行事？感谢前辈赐教。亦曰：时有匹态，用有行藏。一时之智可反为用，一时之急可反而凶。此正所谓天道无常，世事如棋事也。今日恰逢鸿门之宴，又见两家和好如初，久闻前辈乃棋道名宿，恳请与前辈对弈一局，看看天道是有常或是无常。如张良输了，我即命人亲自送回虞姬，再向项王谢罪。张良，我再问你，你我非要对弈不可吗？恳请前辈赐教。我4年之前双目已不能视，要弈你就陪我一盲棋吧。围棋有黑白共361次，不用眼看而要用心记着。怎么下？今日棋逢敌手，我们就干脆多下几盘。两位高手下子者，须为天下之虎将。龙君，告诉张先生你的战绩，看你是否配当此之棋手。
末将并未立下什么大的战绩，只是随主公出征四年，大小征战56场，56场全胜，城阳一役，一夜坑杀秦兵20万。小将追随我家主公起义四年，大小征战42场，42场全胜，以仁义之师，那秦国降兵20万，兵不血刃，而得秦都咸阳。很好，张良，你年少英雄，我却年迈眼瞎，不必说，就让我先下吧。前辈乃是其道名宿，论资排辈，理应晚辈先下。今天是你要一骑，按道理你是主，我是客，该由客先下。今日邀请来鸿门宴的，却是项王。我家主公和我们这些随从都是客，理应由客人先下。一骑先下都占优势，我们不能错过。小将大胆提议，不如就由双方之骑手先赌一局。你如能猜到我两手共有多少手指的话，就由你方先下，敢不敢赌？十指。樊哙，你输了。刘邦，既然我们的属下对弈，我们做主子的不如下些赌注吧。也不知是受何人指使，此人居然来刺杀我的范军师。既然今天我们在大秦摆着鸿门宴，不如就用大秦的五行与你一赌吧。按照大秦五行之法，一刺面，二割耳，三斩手指，四斩手，五把罪犯剁成肉泥。张良输一局，我便行一行。张先生请。天下大乱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如前辈所说，我们要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手举起我下，四入四。天发杀机，龙蛇起路。第二局我下平四四，第三局我下上三五，第四局上六五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，但愿天下从此不须再战。第五局起我下上八四。哎，这乱世不能不战，杀人安人，杀之可也。第一局我下上四三，攻其国，爱其民，攻之可也。第二局我下入四四，以战止战，战之可也。第三局我下上四三，第四局我下平四四。天下有谁想战争？诸侯不服，我才以兵服诸侯；不服，我就打到你服。第五局我还是下平四四。范增深不可测，张良棋里面尽是杀机。我在首四局变了几种不同的棋法，他都及时察觉，可我还没琢磨出他第五局要怎么下。
但愿韩信尽快赶来。己知之，当能破之。举我下，去五六。二入二，平八三。其猛如火，我要取你第二局，去八十。小卓，今日鸿门盛宴，愿无此剑，以助雅兴。
我早说过，只要上了战场，就要分出胜负。今天老天把我们安排在一起，就注定只能活一个。刘邦，你休要怪我。主公，住手！怀王圣旨。怀王特赦刘邦，命刘邦即日撤出咸阳，退守汉中。怀王已约八路诸侯齐来咸阳，要亲贺项王，荣登咸阳之主。亚父，张良让人杀我军师，我要你必须把他杀掉，这样我们互不相欠，我即刻放你走。我不可以这么做，今日我胜你败。项庄，是。主公，千万不可！动手。主公，你这一剑是最错的棋啊。是识时务者。如今没有了军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军师有言，要胜项羽，得让他下错一步重要的棋。我们不是都输给项羽了吗？这局棋还没下完，鸿门宴现在才正式开始。你可知道，刘邦把你留在身边，是想把你作为鸿门宴的谈判条件吗？
我总是选择相信别人。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说喜欢我一样。刘邦纵然僭越，但他还是找回了我的琵琶。我当时就想，我又可以奏楚歌给你听了。要是你相信的话，张先生病伤刚愈，要他参加我们的会议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若是不便，梁先行告退。等等，张先生弃暗投明来助我项羽，还请先生多多赐教。梁以为今天下已定，项王亦已入主秦宫，天宇扶取，自取其咎。项王不趁此时称帝，更待何时？天下刚定，我等称帝无名，八路诸侯亦将不服。称帝一事，我看还是需要另待时机。诸侯不服，难道我项羽不能出兵击之吗？刘邦刚主汉中，居心叵测，倘若趁我军出兵之时突施暗袭，我军首尾不能相顾，此乃兵家必败之势。以项王之兵力，大可分兵而灭之。张先生既读古今兴废，请问又有何人可以一手而得天下？张先生，你为何献此不全之策？梁有一计，如今刘邦既已称臣于项王，项王便可令其出兵以灭诸侯，借诸侯之手先杀刘邦，然后乘势问鼎中原。敢问前辈，这是全策或是不全之策？公爷上国失德，既然是项王让我们配兵，我们焉敢不从啊。萧何，在下来此一趟也是着实不易啊。还请你在汉中盘桓数日，让我们略尽地主之谊啊。霸王派来的上国使者，你们绝对不能怠慢，知道吗？是将军。上菜。方块，哦，谁叫你摆着太牢宴了啊？项王派来的使者，当然摆太牢宴了。若是范增军师派来的，那当然没错。他多次出手相救主公，简直是恩重如山。可现在只是项羽派来而已，何必劳民破费呢？快把太牢宴撤走。
哦。处世之言，不可尽信。张先生，有何见教？我们可以用计再试范增，以免错怪好人。亚父，据探子汇报，刘邦在汉中严整军队，居心叵测。依我之见，不如先发制人，以免养虎为患。刘邦毕竟为怀王所特赦，要灭刘邦，得先想个借口。怀王迟早都是祸根，不如先行试之。试怀王？鸿门宴那天，你不是也让我试怀王吗？鱼儿，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军师，你住我相家，是否也分此一时彼一时？这一剑是最错的棋啊。项王有请，去吧。项王，主公跟项家对我一直以来礼敬有加，言听计从。我们做谋士的还能期盼什么？主公今天接见我，足见君臣之情尚在。就这一念之仁，我范增
依然足够。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离别之际无以为报，今送锦囊一个。倘若日后碰到危难，或者想到我这个老头，便可打开一看。前辈，长良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。你再不来，我就等不到了。前辈恕罪，这步棋下得太重了。程良啊，程良，你这步棋下得很俊。鸿门宴的时候，在你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是看到年轻的自己。你不要为我难过，我这一辈子就等着一个像你这样的对手。敌我关系就好像镜子的两面，有项羽，就有刘邦；有范增，就有张良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快扶我起来。我们把最后一局下完。前辈，前辈。
有一种大韩移民张良致书于项王麾下，复为将者，未学用兵之术法，应先识用人之短长。今护国军师范增，振兴项家有三世，却遭唾弃似犬狼。苍穹知之而难过，我辈闻之皆心寒。良禽择木以求栖，吾将再归于刘邦。望项王小心而用兵，莫作孤魂于秋荒。准备兵马，立刻出兵。是，将好。秋荒，刘邦身在汉中，量他兵力。纵有张良，只要我们不妄动，他又如何动得我们分毫？项伯，我知你仁厚，你让我今日容下刘邦，他日刘邦可愿容下我？鸿门宴时我曾说过，这是上天的安排，我和他只能活一个。若怀王再次阻挠，我们怎么办？韩将军，主公，项羽已是怀王。如今天人共愤，八路诸侯愿助我一起试讨逆贼。韩将军，主公你行军，最多能管多少兵马？不到十万，那又如何能调动八路诸侯呢？那将军你呢？我韩信用兵多多益善，事成之后，我要得到我应得的。看来我低估了刘邦。我知道不能阻止你出兵，可是我要陪你打完这一仗。
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前面是吴江，这儿就是吴城。这是刘邦给我的命令，他已下令盟军明天全线出击。他劝我千万记住，不要为此做无谓牺牲。你归降了刘邦？我一心只想天下平衡，两家安好。今天我项伯已无能为力，还眷恋着互相厮杀的战场做什么？胜败只在一念之间，能劝项王离去的只有你。我很后悔，我应该像这样牵着你的手，多陪你一些。你可以重新开始啊，玉姬。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你看这片土地马上就要布满刘邦的军队，我会安排项伯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没有人能够找得到你，包括我。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我跟着你吗？
尽解项羽军心，希望我们能够不战而胜，以免生灵再度涂炭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回家。你这样做对得起项王吗？不要走，现在是项王正需要我们的时候，不要走啊！我要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临阵脱逃者，斩！你们追随我多年，我们虽然是君臣，却情如手足。今日我八面被围，你们没有见我，是我欠了你们。希望你们都记得，你们永远是我江东的好兄弟。兄弟们，好好珍重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亚夫，你自小看着我长大，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你都能帮我一言而决。雨儿，我真要早点告老归田，你才能够真正成长。谁也别进来。我在离去的途中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一对满头白发的恋人相依着，我很羡慕他们。我走上前看清楚，我认识他们的。是我和你，我要和你一起终老。我怕连累你，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怕连累你一样。
邦遣使而至，陛下睡此，待把他们打发了，我们便去厮杀。项羽，我一直等着要亲口告诉你，你说上天安排我们两人只能活一个是对的，不过活的是我，不是你，这天下和百姓将归还于我。项羽，我们曾经是盟友，今天只要你亲口认输，我刘邦便放你回江东。杀！小哥，啊啊啊啊啊啊啊请铁宝刀一用，能让他死而瞑目的只有我虞姬一人。我骗了他。
记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你愿意跟着我吗？在营里找到这个锦囊，说服韩信投诚，望主公暂忍一时之辱。韩信大军将至，助我大楚转危复安。事成之后，我已答应了韩信及张良等义士，共享富贵，平分天下。老臣早晚待命，盼蒙查召。叹气，我只能这样想。恭喜韩将军晋升之喜。我跟皇上打仗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嗯，住手！主公，
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。他们想谋害我，我不杀他们，他们就会杀我。我是逼于无奈。主公，我只想说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。知道出了事，我担心你，所以来看你。我从老家跟你出来打仗的时候，我说过，你说什么，我都会相信的。可我樊哙，是个粗人。你今天所说的、所做的，我不明白啊！我真的不明白啊！我今已是一国之君，兄弟，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一国之君，把你的龙袍脱下来！我们答应过你，帮你完成大业。我今天樊哙已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你说过打完仗后一起回老家喝酒，你还记得吗？主公，樊哙要啊，樊哙先走。先生，可否告诉我们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我只是一个喜欢下棋的棋手。曾经有一位我信任的友人，雇我去和另外一个高手下一局棋。后来我发现，我真正的对手原来就是我那位友人。我不再看玉意了。一直以为你死了，我就是为了要来见你，所以不能死。今天我要问你一句话，这是你要的结局吗？其实这些年来，我每天都心惊胆战。他们跟我说每一句话，觉得他们要害我。他们给我每一顿饭，我都觉得他们要毒我。陛下，龙体归天之后，应让哪位王子继承大统啊？我常常想起虞姬的一句话。你知道这复活的代价吗？我已经明白，要复活门宴，只要用尽方法去算计和猜度对方。我一定征战。
而代价就是你也失去能力去相信任何一个人。在午门殿里，我也立了五子碑，去祭奠所有因我而死的人。张良，我已无人可信。张良，你可以帮我下完这盘棋吗？天书早有安排，我们还需有什么执着？世事纵难预料，但是非黑白绝不能混淆。今日我还得为虞姬执着一件事。相王，多谢你们听完我这故事，今日鸿门宴终于圆满结束，老夫也该上路了。老先生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再去寻一高手，好好下一局棋，看看能否斗赢。张良，我再问你，你我非要对弈不可吗？
竟是命运的笔，最动魄的剧终就是你不能抵抗的欲望。生命是一场多米诺之夜，牵一发动全局的对弈是宿命，只能细算却不能够预料，情与梦之间非与尽如何那年，赢了一切的最寂寞，失去对手却失落，曾经千对万强的语言另一种交流，一念铸成的千古愁转眼抹一漏，看得见的是虚荣，看不见的是心痛，恍然一眼整整去一走，牵挂的回过头还是得不到那一份温柔，相知是一场失语的交换，